稍微控制一下它的位置，然后尽量维持平局。好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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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我走了好远啊，小亮宝宝。那九筒打进短剑上，前面没得打，他吃怪速度跟状态都比我好太多了，所以只能稍微避着他。然后那个河蟹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抢，只能拱手让人。中了大概四级左右可以去开干，那时候我们状态会比较好，可以来干点大事。要啦。好啦好啦好啦，好了啦。哇哇哇哇！没定到，我也没撞到。我刚刚一闪最稳，可是我怕我一闪完，我也会送头，我会跟着死去。我没有果断的用一闪，如果撞到基本上要死定了。那没撞到也还好，我还有个闪被打掉。哇，感觉不太妙啊！哇，好啊！结果还是死了、欸，我以为他会把他锤死就摩干那。你看到我这边买鞋加粉眼，我没有买法术，因为我觉得我下一趟回家一定够700多块，我们不缺那一点 AP 啊。前期需要的不是伤害，主要是 CC， 只要 CC 有抗接好，靠普攻跟队友的技能基本上就可以很容易杀到，所以买鞋加点支援速度比较好。可是如果你是逆风，还是建议买法术啊，就乖乖把大招出出来，不要白目。举盾是相当的 counter 我们的，吃屎吧！控着控着控着、我看到他被晕住的瞬间，我让他连举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把他往回砸。上面野区可能被进到进了，我真的在吃哎、欸。吃，加克麦，吃，吃，吃啊！很大哈，吃，按个价，按个价，哇，哇，哇，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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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对，你不帮我打掉？因为你如果一露头，一旦露头，第一个对方会发现你位置，你基本上那边 get 不到，做不到事。第一个是另一边会完全无视你的存在，他会开干，他知道江狗不在，他就开干了。所以有时候宁愿跪在野区当金龙，都不要露头。我看到我们带着个鸟的 buff， 你看鸟的 buff 还在，我们确定完全没被你看到，直接开吃。然后打河蟹尽量这样，嘣嘣，然后统治有没有爆四五六哦？有没有看到？注意这个伤害，记住这个伤害四五六。等下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我买1050，对九筒是很重要的钱。这个刚好三速血加上附魔1050，啪，然后分眼，我们可以往外插。这个刚刚手加的，基本上用不着了。那么250，然后最多多几趴，多50%伤害，什么？多5%，50%多少？250加125，375。可是我刚报的是56，因为河蟹在被晕眩的途中。
会增伤25%、啊，所以我们刚刚先丢 Q， 把那个 Q 的伤害积满，再一撞，那河蟹在晕的期间内，那个 Q 刮下去伤害最高，上路开干，但是远远的应该看得到，可以推掉。还在追，来了来了来了，来尽早开大，炸出去。骗我推！啊，推，推啊！直接开干啦、啊！全部都在特哥掌握之中啊！退！小天使撂起来，撂起来！记得九等一定要升级这个免钱耶，有没有？台湾人都是熊爱免钱耶，这九等免钱的，直接升级。直接插进来，屌操下路、啊、只要敢出现，只要他们胆敢出现，就开操。有没有？直接开操。哎、欸，想 Q？ 哎、欸，然后两个小白痴被我搞到失智。有没有这个炸？堪称完美啊！直接飞行距离最远，但是。我刚刚没有阿雷乌，他没有空中接力接到，哇，水好多哦，喝起来，哇哇哇哇哇哇，这惊人，我觉得屎要吃满，哦呦，快干，有没有晕？有没有晕？有没有晕？啊！开操！我刚刚三十五节好用之助，我刚刚离他们超远了，可是我因为我跑速够快，直接切他后路。妈，连扫两根，感觉这扫还有一根。哇没，没有我就蹲你啊，没有。啊，因为没眼就没事是不是？这个神器的判断就是这样。如果有眼，我就爽拆；没眼，我就蹲爆你。你来啊！你来，你不要拆塔，你来啊！你来蹲，你快点！你快点！你哪里有？是不是死了？你不来？他三催四请哎妈，好像妈煮好饭一样。宏伟啊，假崩啊，好啦，宏伟假崩好啦，宏伟菜凉了好啦。妈，你就跟那个热色宏伟一样，操你妈，饭煮好不吃，妈热热不吃，凉了才要吃，还要妈妈一直叫。然后吃完盘子也不收，碗也不洗，就他妈只会在那边打电动玩天堂。操你妈，薛宏伟！我操嘞！我是皮蛋。啊啊！皮蛋附送对吧？开瓶器哦。气到被和谐救过，没有没有，你撞啊！没有撞进去啊！哦，有炸到炸到，但是缺点钱。我对面有 A B 啊，像这样艾克，然后辅助有一点 A B， 基本上就值得买。那像这种情况中路是法杖，那就更要买，一个那个叫振奋。10%CD， 另一个叫冰拳、寒冰霸拳或是冰霜之心，20%CD， 总共30%，加上符文我会带10%。我看我现在完全没 CD 哦，可我现在是18%，满等的时候会到达10%，刚好40%。这场酒桶前期需要点血量，因为可以看到他们近爪很痛，卡龙很秒啊。这两只我都没有一点血量，我很容易直接被秒杀。然后我如果直接出冰拳不防装的话，其实很烂，那个小冰拳很烂。对对对，我没有要杀你，我没有杀你，我只要杀你他，他好害怕。他说我爆塔，其实我们会喷点血，你知道吗？可是他就是很害怕的退掉了。嗯，想进那个洞。回来！哇！没用没用没用，赵坚，因为我 Q。你怎么不早点开喷？妈，早点开喷不就好了？你不喷，你早点开喷，我根本……我操哎！他不早点开喷哎！他早点开喷，叫我那个 Q， 真的屌打啊！他不开喷哎！一般来说啦，出装最好逻辑就是一件物防一件魔防，就是你不要物防300，魔防50，这样其实很软啊，法杖打你超痛。因为物防200跟300其实减伤都差不多啦，
取得平衡，血量跟防御也是。最好就是一件血装一件防装，最好是血防都有的装备，像肩甲，然后500血50防这种装备才是最好，就是你的打一波的坦度会达到最大值。你如果全一件装像冰心，像我冰拳跟冰心嘛，我刚刚不直接出这件原因就是他只有防，他没有血，所以他其实是蛮软的。好吃，你的野区就是我的野区，我的野区还是我的野区，打野这样玩就不会输了，基本上很难输，这样很难输。你干嘛露头啊？你露头什么好处啊你？你不要露头，他就被秒，他没绝望那个盾，我就可以秒他，把他炸回来。开干！你在弹塔，大哥。嘣！我们炸两个。你不要。干嘛啦？哦，是小亮宝宝走上去，真的。对面艾克，这是支持攻速的，所以这场出冰心吧，换一下装备。反正这两件都28 CD 啊，差别在于冰拳有那个伤害，跟酒桶很搭，因为酒桶打一套一定会有 W 嘛，会带着 W 的普攻打下去，所以回来，还没炸好，想晕，我没撞到，哇，我想要把它顶上去。我要把他顶到，但我刚刚 Q 上面就没顶到，顶不过去，位移的距离差了点。棒！啊，又是一个阿雷乌，再炸进爪一波，啊，哇，哇，哇，进爪，来来来来，大绝没了是不是？巴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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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扣这重击？巴龙有没有跟上去？其实刚中掉好像也要好，可是没有，就是谁知道嘛？所以这会战一下就赢啊！因为由于我全部防，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双砍巴龙。这巴龙是吃定了，不过这样我办法阻止啊。哥就是硬，硬就是哥。林北就是顶啊，不是怎么样啊？艾克士兵是什么？他有分身是不是？干他自己拿助攻，有这可能吗？有人看，有人刚刚有看到我是被单杀还是怎样？他该不会自己？我操你妈！我跳进去又跳出来，我一下子击杀者，我一下子领助攻，他妈该不会领两份薪水吧？操你妈！跟以前一样，以前人家都伤我领 H 五，大家 TP 领 H 五薪水，领两份薪水。干他为什么可以自己拿自己的助攻啊？这什么逻辑？这到底什么逻辑？轻松四龙，你们看到四龙啊？这场好像对面江狗很厉害，我们好像很逆风，没有啊？特哥拿了四龙啊，好喂，你要死了大哥，回来，在这，死在空中，有没有？有没有？那好大姐有没有？有没有？九桶放着他 ，bang boom boom， 有吗？九桶放在那边等他，吸吧，你，没到，还有闪现，两个一滴。撤了！还你！我帮你，再帮换，再顶，哥顶着，哥顶着，特哥顶着，特哥顶着，特哥顶着，你再顶，顶了又顶，顶完再顶，我他妈！开轰！开轰！小亮，开轰！
What's that? Where? Where did you go? Why? Why can't you win? Shiba, always Shiba solo, always win. By man kill, ten candles. Shiba, Korea Sika. Why you win? Shiba solo, always win. Wow, 操你妈！操！哇，单排赢就要操我吗？五排抽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没有抽你吗？抽我单排你就抽我吗？啊，有没有？这伤害比中路还高？不想说啦，那卷堂最惨，也不用说啦。拜拜拜拜拜拜追事情哎、欸、妈，好像我妈煮好饭一样，红伟啊，加崩啊，好啦，红伟加崩好啦，红伟菜凉了好啦，妈就跟那都是红伟一样，操你妈饭煮好不吃，妈都不吃凉的，只要吃，然后妈妈一直叫，然后吃完盘子也不收碗也不洗，就他妈直接在那打电动玩电脑，操你妈学红伟。